又给人做饭呢，哎呀，难受。吃吧，能吃点啥吃点啥吧。啥意思啊，哥，你这话呀？吃点好吃的。哦，你刚回来吗？来了，完了。嗯，你吃过了吗？吃过了。不会吧？再加一句，再加一句，跟晶晶吃的。你吃的是什么呀？你要吃一下吗？天哪，他要尝一口，我可是三观都碎了。不要，他不要不要吃过。我刚吃了牛杂啦。他现在知道不能瞎吃别人东西了。终于长大了，不能瞎吃了。对。说吧，哥。哎呀，不要再拖了，小伙子。他这个开头就不对。没，但是他拒绝他两次了。他说我不吃了，两次了，说了两次，有进步。你这么高兴吗？很高兴啊，说吧。哎、啊！不说啥，我有些话想说。去玩啊什么的地方吗？啊，或者说什么想吃的东西？问的有点、吃的东西。什么又要约一次会吗？嗯，要约出来谈。你就在这儿谈不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姐。你看又给人家希望，你看、他根本理解的是另一个意思啊。晚点吃完饭跟我说呗，然后我买票，你去看。你就在这儿说了不就好了吗？你。就是确定是哪个展，他这个心情起伏真的太，我真的震惊了。两个人吗？哦，哇！那先吃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纯渣男。